下开花。 接下来要调整的是信号机8号翼的双机斜襟斗，大家要右前方观看，向上拉起，我们可以看到此刻向飞机的尖头进行一个倾斜角偏折，达到了30度倾斜角，垂直变30度倾斜角，完成了一个斜襟斗。 大家向好到右侧观看，接下来要表演的动作是五级梯次旋转。 然后，然后我们要去向后机，争取拉起，向外侧重启通轮。这个动作危险系数极高，遥控快速滚转过程中，飞行员有一个时间段是看不到底的，需要逃出去，训练时刻去配合，以及信号发送，才能保证动作前后进行不变。终于控，是我们这一架空军人的幸运。
我们生存最好的时代，最大的珍惜就是为全国新军奉献力量，始终做到国际长空心向党，飞行万里不如不忙。好，当然好。他不会再说了。接下来的表演动作是单低侧臂动作，大家向右前方观看。二号机低空向我飞来，高机中拖档之后向右前定向横滚。准备动作，二起，一、二。接下来要表演动作是单机绕轴转圈，请大家向正前方观看，三架飞机向我飞来。对啊，对对对。一号机开始在三号机、五号机的中继间隙后进行横滚，横滚结束之后将停到两架飞机中间进行剪刀叉交错。改成动作，交叉。参加飞机在飞行经验以及较大的相对速度释放快速交叉。接下来要表演的动作是自然低升的，对领导和嘉宾形象好到又可爱。飞机接队，踏着海烟向我们飞来，我们准备开始动作。四号机拉起，回转。四号机拉起，回转，两架飞机向前飞来。两架飞机向前飞来。固定动作，请大家向跑道左侧观看。二号机再次向我们飞来，准备开始动作。我先是超级飞马，上升成滚。大家向正前方观看，单机变成拉起，即将表演单机开花。通过中低交叉飞行之后，接下来将大家带来的是次级交叉接近空，请大家向跑道向前方观看，次级向我们飞来。他将带着头上空进行次级交叉，调整好高的速度，准备动作，贪婪交叉。
左右转，左转，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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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
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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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边都有，两边都有，哎呦，这边都有。高度速度5米。空中好似进了一个中国节，改冲进入补冲，这个好像有个心形的，有个心啊，这心形没穿过去，这个远远的看来，这今天你看不了，它这样。真的看不见。飞行员身体受到了载荷，接近于六个，达到了该机型的极限性能，充分体现了幺八飞机优秀的低空操纵性和飞行员强悍的身体素质。飞机起飞之后，扳机拉起，回转脱离航线，完成动作。
是什么东西一直在跳，前面那个来回跳那个牌子，那是。他看到了刚才我们在开发他的乘客，八架飞机正在有序加入超小航线第一次着陆，飞行教官们即将正式飞来，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感谢。表演队员们即将秉承老航校的光荣传统，沿着先辈们的足迹拼搏奋飞，把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。你把前面那个那些一些东西，你要不然也加上闪白或者是什么放到上面，把那个那个切掉的那个那个在最后冲刺的道路上拼死不屈。赶路者心中必有梦想，追梦人脚下定是征途。人民空军从诞生那天起，就胸怀梦想，与时间赛跑，与日新月异的时代迎合。因为这支飞翔的军种，始终承载着党的共托和人民的厚望。现在是要休息一会儿，要表演。哇，没错吧？追梦征途中，我们一往无前，用豪情壮志谱写时代赞歌。那个，而且你把他那个环境音留下。再到铸就世界第一名空军，这项终极任务和使命重担，历史却落在新一代空军人肩上。我们将弘扬坚持真理、坚守理想、用敌机心、担当使命、无怕牺牲、坚持不懈的奋斗，如此不凡，到一代坚强精神，一定如此坚守，如此失败，不如如此。请打开放心，请主播放心，请人民放心。观首长未来电视台观众，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，向空军飞行员们的精彩表演表示热烈祝贺。
群，跟他那个手机没电了，换了个手机更没信，看不到那个群，你在群里封一声。手机没电了，我换了个手机，看不到群，你在群里封一声。
的呀。找不到我，我真是。有吗？How about all travel costs? What do you think?
看一下，自己看不见了，这不是伏击战吗？自己两眼都是发黑的。先挂一下吧，先挂断吧，这线先挂断。完，他不开始的时候打电话给你吧。啊，我的电话先挂了吧，先挂了吧。等下开始再给你，这是不是啥时候？
啥玩意儿？我收拾东西，等我一下。先挂了啊，先挂了，挂了，挂了。叶平，开始喽。
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。这啥时候来见到？对，刚才说到了，他就是一个庞然大物，又是水后送的，在跑道上了。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？按这张飞过来的，看到。准备撒他了。这是客气吗？不是，这个一米六哎。
间反应比较好，对，加快飞速动态。直播延时，刚才没这么快。对，好的，好的。我们给实验的成功标志了飞速动态，但是这个没有反应，但拒绝就完善的问题。现在大量飞行试飞，预计到2024年将完成交付。为了人力，所以我听不到了。飘过来是水吗？这是刚才的水吧？喂喂喂！冲完了吗？谢谢。是不是结束了？问一下，是不是结束了？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我们镜头前面能不能捕捉到，就是已经有小水珠了。哦，这样这样。这应该是刚才 AG600。洒水洒出来了，因为不搞了吧，结束了吧。去那个跑道底下，然后对着它的机腹拍，然后让水洒到你的机器上，废一台机器啊，拍一个镜头。AG600二号、三号在地面站。哎，上午还有没有啊？那个日程上写的还有啊。哪里有直接哪里去就行了。哦，好，跟那个胡涛老师联系就可以了。一零二五的可以看。好，怎么样？找到吗？对，找到那个交道还在那边搞。我想这个那我们结了。我们现在就先那个充电。那你充电我把我们继续去拍那个。拍啥？把胡涛的简洁掉。不用啊，